如说我卓龙泰要送礼，结果我去找一个财团的大亨买单，可以做这样的事吗？难免就会有很多瓜田李下。只有难免瓜田李下哦。我是用语比较含蓄，就不可以这样子做，这个态度有这么困难吗？今天公开检举哦，奇怪，我们的翁伯宗过年赠送高价的海鲜呢，我收据的统编一去查，竟然是一个广电媒体公司。这两位委员卸任了以后，发表了一个沉痛的文章啊，媒体成为政治部门的舆论宣传工具，不公正的新闻报道及节目，导致台湾新闻频道的社会信任度长期世界排名倒数，是台湾民主的另外一个危机啊！院长，赞不赞成这样的描述？我会更希望他们这段话。您说的没错，我也赞成啊。你可以说他们勇气不足啊。没有，我没有讲。当官的时候不敢讲嘛，卸任的时候才讲嘛，有很多评论都是这样。这是不是你所观察到的台湾媒体的现象？这样看我是不知道。哦，你这样看你不知道。其实我就跟院长报告，最少在谈的就是三立。会电台、啊、看不出来他有这样的意思。公开讲，对，你看不出来嘛，但我看得出来，很多人都看得出来啊。按照我们目前行政院的官箴啊，官员送礼可以找业者买单吗？官员送礼，对，用官员的名义送礼，可以用业者买单吗？对，就去找商人来买单啊。这个官员本身收受礼物都有一定的标准。我说送礼啦。我是说官员本身收礼物都有一定的标准，何况是用自己的名义再送出去，我想这个行为将来要避免。是避免还是不可以？他有没有我可不可以送礼？譬如说我卓龙泰要送礼，结果我去找一个财团的大亨买单，可以做这样的事吗？买单就是他花钱帮你送礼嘛。那难免就会有很多瓜田李下。只有难免瓜田李下哦。我是用语比较含蓄、啊、就不可以这样子做，这个态度有这么困难吗？不可以这样做，这个态度有这么困难吗？院长，我刚刚说过，官员收受礼物有一定的标准嘛，不能收受太礼物。或许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？我就现在就不是在讲收受礼物的问题，奇怪，这个问题有这么困难吗？他如果是一件礼物，你送礼，你要花你自己的钱，它是很大笔吗？我觉得我都没有意见，是很大笔吗？你要送礼的时候。你找别人来买单，找别人来出钱，这个在行政院的官箴里可以吗？如果这么简单、这么明确的问题，这样的行为就不被允许。这样的行为不被允许嘛？好，来，我今天公开检举哦，法务部部长，请听好，这个是有名有姓的 NCC 的内部检举啊，奇怪，我们的翁伯宗过年赠送啊，高价的海鲜呢？这海鲜盒里面有附收据啊，我收据都贴出来了，我收据的统编一去查，竟然是一个广电媒体公司NCC 的副主委送礼，广电媒体公司买单，这样对吗？部长，要不要查？这个是，依照那个公务员廉政规范的事情来做一个规范。如果说没有职务上利害关系的话，他这部分的话是若有利害是以3000元底下为限的。上面收据写得很清楚，41000啊，我发票都贴出来了，我还统编特别去找我统编特别去找，我想说其他公司也就算了，广电媒体公司干这种事，广电媒体公司的主管机关是谁？是不是 NCC？ 是不是？谢谢委员告诉我们这件事情，但是今天如果委员不愿意让翁代理主委来这里答复的话，我会请部长进启动了解的程序。没有关系啦，请那个政风单位翁伯宗他自己接下来进入廉政程序到检调程序，他要怎么讲，他有什么解释，我都尊重，我都尊重。我只有问一件事嘛，这件事该不该查？这边我们再请那个通传会，我们再请那个政风单位来了解，请政风单位了解嘛。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往下看，两位啊，民主进步党提名，民主进步党支持，除了 NCC 委员的两位，在新闻传播学界啊，受到非常多的学者跟学子敬重的两位学者，一个是林立云委员，一个是王维金委员，这两位啊，以前。都是我在推动媒体改革的时候啊的好战友，
他们进去 NCC 当委员的时候，我不会因为过去的情谊而放水，该监督的监督，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。结果这两位委员卸任了以后啊，发表了一个铿锵有力啊、沉痛的文章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台湾政媒共生的集团，透过政治与媒体影响力，除了借土地开发牟利，也介入政治甚至政府领域，包括人事、个案跟政策，让媒体成为政治部门的舆论宣传工具。不公正的新闻报道及节目，导致台湾新闻频道的社会信任度长期世界排名倒数，是台湾民主的另外一个危机啊！我读了，心有戚戚焉啊！院长赞不赞成这样的描述？首先，我会感谢两位委员在任内对通传会业务上的努力，但是我会更希望他们这段话是在他们任期的当中，在正式的场合公开的时候，在里面基于职权讲的话，那么会对整个体制的改善会更有帮忙。您说的没错，我也赞成啊。你可以说他们勇气不足啊，也没有，我没有这样说。当官的时候不敢讲嘛，卸任的时候才讲嘛，有很多评论都是这样。我都尊重，但我对他们两位的评价是啊，下来的时候愿意讲实话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对你请教的问题是，他们这样子的描述你赞不赞成？这是不是你所观察到的台湾媒体的现象？这样的描述字面上大家看得懂，但是我必须更深入了解所指的谈的是何事，是什么人，我们才能够做进一步的判断。所以你不知道他在谈谁哦？这样看我是不知道。哦，你这样看你不知道哦。其实我就跟院长报告，最少在谈的就是三立啊，最少在谈的就是三立啊。我在国会电台，我看不出来他有这样的意思。公开讲，对，你看不出来嘛，但我看得出来，很多人都看得出来啊。左龙泰院长看不出来，今天全体国人都知道了。我们的行政院院长对于两位 NCC 委员这样的指责，他是看不出来在谈什么，但我看得出来。或许我们角度不同，但是如果我们都同时看清楚这一件事情的话，我们处理的方式会一样的。